网上曾传出李小璐与女儿田心穿母女装现身机场的照片。近日，李小璐带着女儿再次现身机场，田心手舞足蹈，很是开心。网友：田心，你确定这样不是在黑自己吗？照片中，李小璐穿着黑色上衣，搭配着红色的运动裤，腰上绑着一件 T 恤，简单但不是时尚，黑色棒球帽压低。女儿田心则一身白粉的运动套装，简单大方，黑色的长发飘逸，这女神范十足。网友：田心真的越大越好看了。李小璐在机场贴心的为女儿田心整理着头发，小田心则乖乖的站在哪里，时而嘟嘴卖萌，很是乖巧可爱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之前的手舞足蹈把发型弄乱了呢？田心因与爸爸贾乃亮参加爸爸回来了而被大家所熟知，也因在剧中爽朗洒脱的性格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田心更是在节目中金句频出，而且越长越好看，引得不少网友直呼果然是女大十八变啊。